各位未来粉们，记得追踪 IG 以及粉丝专页，搜寻未来男友力。那今天这个地点其实是一位流浪汉所提供给我们的，那他就跟我们讲说有一个地方连他们流浪汉都不太敢居住，一对算是游民，那他们是一男一女，就在这个地方住，发生了争吵，那一位先生就是把他的那个伴侣掐死在这一栋楼里面，那据说当时是把他藏在这一个里面的一间女厕。又是厕所，但他这个厕所隔间有点小。哎，这是女厕，鬼哥说不是这里。刚才鬼哥看了这一间厕所，似乎没有感应到说现场有灵体在。那其实这种东西很难讲，因为整栋楼层到底有几间女厕不确定。不过鬼哥既然确定不是那一间的话，那应该就是那一个地方是没有问题的。那先不讲这个地方有没有闹鬼，就光环境其实整个是非常的恶劣的，里面的味道，然后蚊子很多。人叫阮来遮看看安尼，会甲你搅了着。阮大戏完就走啊。他都不讲话。看起来好像精神状况有点不是很好。眼神飘飘的。他一直手一直这样子，一直这样挥。除了小心楼上，还要小心他。看起来精神状况不稳，很危险。佳姐，这边现在是二楼吗？三楼。这边三楼。走，我走前面好了。往上走。
走前面。听我走中间。拍摄交流哦。携带风，我以为什么呢？闻到了吗？最后一个味道，你记不记得我们上次去那个地方？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我先确认一下。不知道他们上来，会不会他就是当时的那一位先生？不要乱讲话。哇，这里很剧烈，这边反应很大，应该就是这里。你稍微后退一点。好，我先给观众看一下，这里是男厕，然后隔壁这间女厕，这一间很不一样、很诡异的地方是，他有用铁丝把它绕起来，然后好像被什么人把它拆开了。鬼哥，我先去旁边那边看一下哦。King，你在这边。好。鬼哥现在在那个门口点香，那我趁着这一个时候带大家来旁边这边看一下。这里的空间大到非常的夸张。这里还有一个洞，哇，穿到一楼哎，太夸张了，这个很小心，而且它左右两边都还有楼梯。可是现在是怎样？就是这里。不要再后退了，鬼！香还要继续烧吗？
不是，我是在想，是不是因为烧香的关系才有那个声音？再过去。你看。现在怎么办？开门。很激烈。鬼哥，你有要处理吗？有要处理吗？因为还是有人呢、啊。开门，先确定一下是不是人。谁开？这个像烧的，我确定应该不是人。不是人还要开吗？不好意思打扰了哦。潘先生，我来家翕影片，来交流啊。有味道，一打开就有味道了。没人，鸡皮疙瘩马上起来了。怨气太重了，我们也要这样多管闲事吗？还是拍一拍就走了？